现年26岁凯韩国女星，选雅出道11年。早前首度任业同门师弟团潘提刚的24岁成员李董，薛雅更高调晒恩爱，似乎因而激怒公司，令男友李董被公司雪藏，暂停组合潘提刚活动。据韩国媒体报道，薛雅因为是主力吸金艺人，经纪公司暂未对其发出惩罚，但李董则未能幸免。公司接着发声明表示，李董跟中国成员延安将暂停演艺工作，潘提刚将以发人姿态继续活动。该声明中指出，延安是因健康问题而停工休养，却未有提到李董停工原因。外界猜测这是因为跟薛雅拍拖而遭雪藏。薛雅与李董蜜姐弟恋已达两年，据悉男方仍为练习生时就已在一起，直到本月3日才正式认爱。不少粉丝表示，该段恋情的公开将会影响潘提刚的未来。